车！你干什么？我要上厕所，肚子痛，上厕所。什么肚子痛？你自己验票。列车上出现激烈拉扯，居然是因为补票问题引爆争吵。不要这样子误会别人，我要这样看你票。这名乘客想躲厕所逃票，被副站长识破，没想到他出手攻击，连站长都被他拳打脚踢，踢完还自己往后倒，反过来碰瓷。好，你攻击我们总管喽。是你推我的，你在做什么你？事发地点就在台铁潮州站，乘客就是不配合，甚至对副站长吐口水。你因为你推我，吐口水哦。欢迎常来告我。看准站内人员不敢动手，问到补票问题就开始推脱，硬是不付钱。我没有付钱呐、啊，我没有付。我现在拒绝你一种，不准搭车。对，就昨天跟他争执，我早上会痛才发现说，原来这边有受伤。整起纠纷触动站长、副站长，连列车长都下来帮忙。乘客一打三，站长忍无可忍，请警察协助。乘客还躲厕所不甩警察，副站长拍下完整过程，确认他就是逃票惯犯，打算对乘客提告诈欺。列车也因此大误点，让其他乘客好无奈。记者张淑华、叶正元、郭怡珍，屏东报道。